现在爱我吗？啊，我们不要这样子说吧。为什么？不要这样子说。不是你现在爱不爱我吗？哎呀，嗯，不要这样子说。我确实很喜欢你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说的是，我刚刚听到了什么？我说的是、哎、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听到了什么？我说我喜欢你。哇！哎、二，我你说你喜欢我之后之外还有一句话。不是那种喜欢、那个、姐姐，不是那种喜欢。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真的很好，很有爱心的那种。那是哪一种喜欢啊？啊，姐弟喜欢呀，家人喜欢，姐弟喜欢。那种的喜欢，那种的爱，知道吧？你确定？啊，你确定是姐弟喜欢吗？嗯，对。我不相信。啊？我不相信。我真，你别不相信，你要相信。因为我的梦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你在我的梦里面的话，一直说。嗯。一号好好做我一个，又贤惠又懂事，贤妻良母。你以后要给我生两个宝宝，然后我就是跟你说了，我要给你生四个宝宝，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完全跟我的梦里不一样。哎、啊，姐姐你说什么呢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木兰的梦对呢，还是你们支持谁啊？我觉得我们两个真心相爱吧。哎、啊，姐姐你不要乱说吧，不要乱说，不要乱说。我没有乱说，我说实话。真的，提步在这里真的很感谢你，也很感激你。真的，你之前刚来的时候，我也确实不怎么信任你的，后来慢慢的相处过来，嗯，确实你这个人是很好的，嗯，真的让人喜欢的那种喜欢，知道吧？什么？真的吗？啊，真的。让我平复一下。你平复，你别乱，姐姐，你不要想歪，你别乱想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乱想，我没有想歪。嗯、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那我一会儿多吃一块肉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嗯、这个肉专门为你煮的。是吧？对。那我现在就吃一个，好不好？啊。我现在就吃一个。我就知道你天天来整，我就看上我家腊肉香肠了。你错啦，我不是看上你家腊肉香肠，嗯，我是看上了这个排骨，不对，那我说错了，我是看上你啦，啊，看上你啦，我们不乱说吧，姐姐，你是我梦中情人，我一直心心念念爱的男人，我一直做梦都想追的男人，别乱说，姐姐，我没有乱说，等叔叔阿姨回来了，我会跟他们表白的，啊？等叔叔阿姨回来，我会跟他们表白的。你会跟我表白？跟叔叔阿姨表白。嗯。不对，我说错。我有点紧张，哥哥说什么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？不是，那不是跟叔叔阿姨表白，不是。那什么？我跟叔叔阿姨说。嗯。我说，我喜欢你、啊。对，我会跟叔叔阿姨说的。嗯。啊。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哥你说一遍。你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、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说了。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说啊？我是真心的。你看，我这么贤惠能干的，对不对？你去哪里找啊？那城里面的小，那谁还都喜欢多生孩子啊？姐姐，你真的你太会说了，我可以为我的爱付出一切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卖香肠不？你们一会儿想要的可以，提不可以找一下还有没有？好不好？我说你家里面留着那些不要了，给叔叔阿姨们寄过去吧。我这些腊肉香肠吗？啊。啊。啊。我家也不多了呀，姐姐。你家不多了，那你家还有四个猪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看我一会儿还有没有哥，如果哥姐，你叔叔阿姨们想吃的话，我可以嗯看一下嘛，一会儿能上链接不？能上的话给哥一说。能上，能上，
岂不害羞吗？你们上。对呀、啊，哥哥姐姐说，因为我害羞了，我不知道他说什么，我都不怎么听得懂，知道吧，哥哥姐姐们？你不要说我坏话哦。我没有说你坏话，姐姐，我没有说。我没有说。能不能不要叫我姐姐啊？啊？那我叫什么呀？叫木兰啊。我有点不习惯啊，姐姐。为什么不习惯啊？我，那好吧，我可以叫你木兰姐姐，好不好呀？好不好？我不喜欢你木兰姐姐啊，我喜欢你木兰啊。哎，因为姐姐是尊重，姐姐是尊重。我不希望你尊重我，我希望你喜欢我就好了。唉，好不好嘛？我们两个要展开我们两个的爱情之花。嗯，请你。真的。嗯。这个鸡怎么宰啊？啊？怎么宰、啊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让我宰。接下来的手艺，姐姐。交给你了。好，我为了我的爱情，真的是宰个鸡而已。真的，哥哥姐说一枚，哥哥姐说一枚，他的手艺真的很不错的，他的手艺真的很不错的。我上次吃过一次他的手艺。对，这个是腊肉，哥哥说一枚，这个是腊肉，这个是香肠，这个是香肠，这个是美女。哎呀，讨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要说我美女的话，我跟你讲、嗯，你要对我负责啊！你要对美女负责啊！负责什么呀？负责你叫我美女啊！我说美女不可以乱叫的。哎呀，对对，铁布你要珍惜木兰啊！哥哥姐说阿姨们啊。我们不要乱说好不好，各位兄弟们，我们不要乱说。美女上车，哥哥姐说有没有说让你上车了，让我上车、啊、让你上小黄车卖了，帮我啊。哥哥姐说有没有说的帮我上车了，姐姐啊，不行，我不能上车，我要给你们上车了，我家铁布怎么办？我爱的还是始终就是你，知道吗？谢谢你，真的。我觉得你们上次那个收来吃的好好吃哦，要不我们俩今天也收一下。收。嗯，这个鸡。可以啊，看姐姐手艺啊，是不是？那个。嗯。怎么？没事。怎么收嘛？啊？怎么收嘛？怎么烧火吗？哦，烧火。啊、嗯。我要帮我烧火吧，我打一下，好不好？没不不不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、啊。我们家的事情能让我男人动手吗？你确定哦？啊、嗯。你确定你会？100%。嗯，那好的。可以可以，这个美女好勤快。问你铁布腊肉还卖吗？我一会儿看一下，哥哥姐帅妹，你们真的想吃的话，我一会儿看一下，一会儿看一下我这边还有没有，还有我叔叔家那些，如果说还有的话，如果能上年前的话，可以给你们上，好不好，哥哥帅妹？啊，我都说了，那哥哥姐叔叔他们都不喜欢你叔叔家的，你上次都退了好多那个嘛，你就直接用你的吧，嗯、你的那个你留像上次留着给我吃的那些，我不吃了。你不吃我关心啊，你看你天天来吃我家腊肉，没事，你吃了那不是还有四头猪吗？对不对？看嘛，一会儿看好不好？一会儿看。嗯，忙卖了吧？啊？给叔叔阿姨们吧。那好的，一会儿看嘛，我们。嗯，我没关系的。所以说嘛，我跟你讲嘛，你家那么好吃，要跟叔叔阿姨们、哥哥姐姐们一起分享，知道不？那现在可以卖吗？现在。打火机啊，找到了是吧？找到了一个。嗯，好的，那就上车嘛。你们要吗，哥姐帅妹？要。
你们好吃，为什么不要？你们要这个腊肉吗？你们看一下可以，你们要看指示可以说吗？是这样子的哈，看到没有？是这样子的可以说吗？腊肉是这样子，香肠是这样子，香肠是这样子的，你们要吗？要。确定要要吗？啊。你问一下哥几帅妹，他们现在又要啊，他们现在又要。现在就要。啊。那现在就要，那个。你们要的打个药好不好，各位学员们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要，因为我起步这里也不多，起步这里也不多。你要要的打个药吗？有多少啊？有多少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要的？要的话现在上做个连接嘛，让他们先拍一下吧。对，我们自己养的，各位学员们，出生我们自己养的。你，那你先过来嘛，姐姐，你先给各位学员们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我的腊肉。先展示一下嘛。我要先把这个鸡给收了。腊肉是这样子的，各位兄弟们，这是香肠，其实我觉得都蛮好吃的，姐姐说都是很好吃。哥姐说他们说多少钱一斤？哥姐说他们说多少钱一斤？姐姐。因为我没有卖，上次卖了呀。因为我没有卖过，姐姐。上次卖了香肠，那个腊肉的话是2斤98。2斤98。对，腊肉是2斤98，他们要的是香肠还是排骨还是腊肉嘛？哥几帅妹，你们要的是腊肉还是香肠还是排骨呀、啊？要腊肉还是香肠？你们说清楚好不好，哥几帅妹，你们说清楚。因为我没有卖过，这个姐姐上次姐姐要教我腊肉，腊肉吗？那我们先腊肉香肠都要，哥几帅妹说，那我们先腊肉香肠先上腊肉吧。嗯，那香肠是好像是上次我记得我们是58块钱一斤卖的。58块钱。嗯。那个腊肉是多少钱啊？腊肉吗？啊。腊肉是2斤98。2斤98。嗯。可以吗，哥几帅妹？腊肉是2斤98，太便宜了，提不？哥几帅妹说便宜。便宜。啊。那不是给哥哥姐姐叔叔他们尝一下的吗？那对，哥几帅妹，主要是给你们尝一下，便宜没关系的。都是自家的，都是自家的。对。跟人家。腊肉是98，两斤，整两斤，哥几帅妹。一斤上啊、哦！不，2斤，各位帅妹，2斤。这是给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福利嘛？给他们尝一下嘛。对，福利，各位帅妹，福利。就木兰跟木兰。因为来，要不我家腊肉给各位帅妹介绍一下好不好，姐姐？嗯。各位帅妹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提不家腊肉哈，各位帅妹。腊肉它这个的话，你们拍了的话。你们到货到了，你们不要再那个了，不要再放盐什么的了，它盐什么已经配好了的。哦，对，你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说，那个到了之后煮的时候加一点那个味精，煮更好吃。味精。啊。哦，这个姐，各位兄弟们，姐姐说家里味精煮更好吃哈，因为这个腊肉你们煮的时候，你们直接用水煮，各位兄弟们用水煮，对。提不先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刚才各位兄弟们，刚才姐姐是用这个煮的，直接不用什么腊肉到了，你们要洗干净，对，千万要洗干净，洗干干净净了，然后我们放在这里面煮，对，这个是姐姐给我买的，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子的，各位兄弟们，对，你们放在这个煮，直接用清水放在那里煮到15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。15到20分钟就可以吃了，直接捞出。姐姐，我俩是怎么吃法？姐姐，我俩吃的时候都是煮了，直接捞出来就吃了，捞出来就吃了。对，而且很香，捞出来就很香。你们可以炒菜，我们之前也炒着吃过，各位帅妹，我们之前炒着吃过。对，香肠也是一样的做法。香肠它里面什么都已经配好了，这个香肠是很脆。我们先腊肉，你们想要腊肉，我们就。姐姐，可以说你们说先腊肉，
腊肉是不是？嗯。那给九十八两斤，整整两斤歌曲衰麦。那给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就是上一下链接嘛。哦，有要的多少吗？我看一下。啊。要的多少啊？那你问一下，嗯、各位衰麦，你们要的多少？你们要的多少？那让他们扣个一。你们扣个一，要的多少？你们我们要看要的多少，我们才上多少，好不好？因为底部家数量不多，腊肉已经不多了，上次已经卖过了，好不好？对。你们要的扣个一，好不好？可以帅们，要的扣个一，九十八整整两斤，对，可以炒着吃，也可以煮着吃，不用放什么任何调料。姐姐，我俩吃的时候任何调料都没有放的，任何调料没放都很香。很香很香，你们也可以炒着吃，也可以自己放那个羊肚菌什么的。对。哇，很多，他们都要。他们要。嗯。是吧？对，上次你教我了，要不我上一下、嗯、试一下。嗯，对啊，你还记得到吗？啊，上次你教过我。啊，那你记得到，你上一下吧。那我看一下可以算没。嗯。你会不会？不会跟我讲啊。嗯。好，已经上车了，哥已经摔麦，已经上车了，是这个腊肉，对，我已经上车了，数量不多，哥已经摔麦，可以炒着吃，也可以煮着吃，他已经调料什么的搞好了的，你们也可以，口味不一样嘛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你们那个哥已经摔麦，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。我们现在煮的这个是没有加任何调料的，它直接可以吃的，很香很香的，很香很香的。对，哥哥姐姐说不要浪费钱。对，你们不要浪费钱，哥哥说们，你们想吃的可以去拍。对，已经上链接了，哥哥说们，想吃的快去拍了，哥哥说一们，想吃的底部加腊肉的可以去拍了，可以去拍了。对，就是这个腊肉。想吃的可以去拍了，对，因为我们哥姐帅妹，我们是没有加任何一点的调料的，直接放水，直接放水了，直接吃的，放水了煮，15到20分钟左右，这个左右就吃了的，对，98整整两斤，整整两斤，哥姐帅妹，98整整两斤，这腊肉，对。对对对，香肠一会儿，各位姐帅们，香肠一会儿，还有人想要香肠是吧？这个是腊肉，对。你们也可以炒着吃，各位帅们，也可以炒着吃，也可以煮着吃。对的，对的。可以炒，可以煮。你跟各位姐姐叔帅们说。用清白开水煮啊、嗯！来，您给叔叔阿姨们再讲一遍，你们可以炒啊，可以这个腊肉的话拿回去的时候可以切，可以切成片，然后可以煮。对对。对。哇，这个腊肉真的。你看，他姐姐现在都又想吃了。流口水。都好烫。香不香？这个是没有加任何调料的，你看，它现在吃起来都感觉很香很香的。太好吃了。啊。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。嗯。我觉得我吃你这个的话，真的，做梦都可以梦得到腊肉。他为什么天天来我家哥一说嘛？他就是看上体味家腊肉了，他就看上我家腊肉了。不要说我看人是，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。没事，大飞叔叔姐姐，叔叔姐姐个，对对，烟熏的哥姐帅妹，烟熏的。阿姨们看到的话，对不对？他们会觉得那个我们人太能吃了。你们想吃的可以去拍了，哥姐帅妹。只有20多单，只有20多单哈，只有20单，哥姐帅妹，起步价也不多了，只有二十单了，哥姐帅妹，只有20单，快去拍了。不要拍了。嗯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！你看，各位兄弟们，他直接拿着大块大块，直接拿着大块大块吃的，直接煮了，直接就吃，没有加任何调料的，这个是。
有很香。我认为我应该吃个大葱。还吃个大葱。我东北女孩。东北女孩。嗯。只有十几单了，各位兄弟们可以去拍了。只有十几单了。对，这个腊肉，这个腊肉。对，你们想吃的可以去拍了，各位兄弟们。想吃的可以去拍了。太好吃了，完全真的，我把我公公的哥姐叔叔还把拿回去，我们煮，然后加这个大葱，真的特好吃、啊。数量不多了，数量不多了。